家是两点半钟，疫情的影响下，大 B 带大家来看看超 I， 参观一下现在的业务情况。这张是 lunch menu， 可以选择单点或者套餐的定食。入到去门口，非常之开扬，同埋仲有好多客哦。店主为咗客人坐得舒适，宁愿只有24个座位。除咗堂食业务，还加设咗3间网上外卖平台添。同埋最新嘅业务咧，我哋就研发咗泰超 fusion 风味嘅食品嚟做零售业务，会同一间泰国公司会喺 Hong Kong TV Mall 嗰度出售，大家敬请留意啦。多谢收睇啊！中意我嘅片嘅就 like and share 啦，记住 subscribe 我啊！我哋下集见啦。